说什么？快说！结果呢？啊！我的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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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爸爸。老王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帮我把数学私教换了？又作什么妖啊？不是作不作妖的问题，是我听说吧，钟声他表姐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数学学得特别好，年年拿奖。如果他来给我教数学，那欠抽是不是？顺便再把那个学霸给你带过来，这书还念不念了？猥琐，老王你太猥琐了，我这么伟光正的高三生，能这么假公济私吗？你私教一小时给人家挣1000块钱，还不如给钟声他表姐，这样他一到五去你那儿上班，周末来我这儿挣外快，钱也来得快点。况且人家家里还有个老爸，心脏病刚做完支架。什么心脏病？钟声表姐她爸，钟声的姑父。我也是听同学说的。你说这事儿给我说多好，分分钟就给他解决了。不过以钟声的脾气，我就算悄悄给他办了，他应该会臭骂我一顿。我们王姐良心真的蛮好的。一杯拿铁。好的，小姐，您的咖啡准备好了。谢谢。祝您饮用愉快。接了那么个大单，跑腿的事儿应该有人替你做了。举手之劳，不错嘛，懂得拓宽社交了，继续保持。王总，王总，不好了，癌症有人要跳楼。王总，王总，这是老于的家属。你正是王志安？对，你要见我，诉求是什么？诉求，我们家老于是个老实人。老实人，老实人会收回扣，干中报私囊的事儿？你谁？不但开除了我们家的老于，你还诋毁他，你！你给我过去！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！快去！回去！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！好好的一个人啊，怎么办呀？不会真的闹出人命来吧？当然不会了，真要是跳楼，怎么会选这种地方？就是在演戏。不管真跳假跳，总得让他离开这危险的地方。万一掉下去，还真麻烦了。嗯。王俊安，你就是个刽子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用不着做鬼，现在就可以，有什么冲我来，绝对打不还手。我们家老于就是被你坑的，你说什么他是相信，结果呢？啊！我的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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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爸爸。你怎么样？没事。你可真厉害呀！好，好，好。我马上过来，马上过来。哎，这下搞笑了，条件还没来得及开，我还得去派出所闹人。